不好意思，我走错路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是个镜子，这不是秦景霄的绯闻女友吗？我怎么变这样？我的脸呢？小哥，明天通告还没有出，晚点我发电子版给你。嗯，现在辛苦了，回去早点休息。肯定是做梦，我要是变成了宋雨飞，那我的身体又去哪了？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？天哪，没事儿。停车场。别装傻，赶紧回房休息。狗仔就在外面，你最近老实一点，别想着出去鬼混。难道秦景霄和宋雨飞的绯闻是真的？看着人模狗样，居然还是个渣男，还不回去？哦，这就回去。等等，这个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你确定？你不用威胁我，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讨好男人，尤其是像你这种道貌岸然的男人。如果你想穿，你留着自己穿。那下次别让我帮你买。什么线索都没有，没想到有一天会变成绯闻女明星。宋雨飞，宋雨，宋雨飞，宋雨飞。宋雨飞的手机。宋雨飞1998年3月30日出生于海滨市南山区。0330。秦景霄和宋雨飞隐婚了。主编让我调查他俩的关系，没想到居然是……哎，你干嘛不穿衣服啊？宋雨飞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我就……最近失眠了。卖弄风骚行不通，改走清纯路线了是吗？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，咱们的婚约不过是为了交代。明天记得去探班，我会介绍导演给你认识。至于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，还得看你自己表现。原来是小孩
戏，所以才离婚的。王大哥，可以麻烦帮忙调一下昨天的那个监控录像吗？什么录像？就是昨天秦景霄和李天元离开的那个视频。那可看不了，这些啊都是机密，哪能随便给你看？大哥，我是宋雨飞啊。哦，哎，你是那个演那什么什么那个女明星？哦，我们是一个公司的，因为他们昨天落东西了，想说要我过来取，所以我就想说帮他们看看，下午送去片场。啊，行，那你看吧。好，谢谢。保安大哥，你听说昨天有人在这被车撞了吗？就在停车场。没有啊，昨天也是我值班。哎，你不是找东西吗？哦，我就随便问了。几点到现场？已经出发了，马上。我是不会放过，即便与九州为敌，我也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过。哎，快炒，实习三炒。九枪，一会儿先拍你敬酒吧。啊，好，导演。这场。三号影棚。这就是剧组啊。雨飞，雨飞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秦景霄让我来的。我们，我一直以为你们之间是谣传，原来你们真的在一起了。没有，目前我跟他吧比较复杂。我不管你跟他什么关系。李飞，你要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就够了。从大学到现在我等了你六年，我不在乎再等下一个六年。好了，我先去拍戏了。宋雨飞，你要忍住了，现在吓死可就太亏了，你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啊。啊，好，收到收到收到。好的好的。哎，宋老师啊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今日你我就上主持，不仅决定了你儿的归属，也决定了你我之间没有一人葬身于此。废话少说，出剑吧！哇，李天元好帅啊！看，弯得住。先拍老骨头姐。原来拍个戏这么复杂。精益求精。你就是雨飞吧？对，我听景霄提起过你，一会儿等景霄来了咱们聊一下。好。对，拍资源啊，可以摘头套了啊，休息一下。导演，导演辛苦了啊，咱们先拍老虎，拍完老虎再拍你们。好。景霄，你觉得雨飞演什么角色合适啊？导演，
我再研究研究，明天给您回复行吗？没问题，反正戏都在后面，我等你答。导演，老虎的特写拍完了，饭也到了，要不咱们先放饭？好，放饭。宇飞，吃完饭再走呗。嗯嗯。放饭啦！晚上回去好好看剧吧。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，导演明天会安排实习。真演？不是你想演吗？机会是给你了，珍不珍惜在你。可是我不会演。你在我爷爷面前不是挺会演的吗？不然，他怎么会让我和你结婚的？爷爷。爷。我。肖哥，咖啡给你买过来。可以吃饭了。你这边凉了，给你重新买杯热的。他不知道这是李天元的咖啡吗？于飞，一会儿我和景阳哥有场对手戏，你要不要来看？好啊，你怎么还跟上学的时候一样邋遢？不要浪费粮食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。哎，老师，可以借我支笔吗？啊，秦老师，在监视器上，您随便拿就行。啊啊。今天吃饱了吗？可以。宋老师，这是导演让我给您的剧本。给我的。加油！太多了吧！我这场门口其实都已经没有了。现在导演啊，天元来了，哎，我正好说一下这场戏啊。嗯，好。这场戏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嗯、OK 吧？行吧，导演。OK 吧 ？OK。嗯，行，来，我们走。来，道具，服装。来，道具。哎呀，还在打。看，怎么回事？导演，两个演员都受伤了。就行了，赶紧看看。赶紧，重重东西，医药箱，快点快点，快点，医药箱。没事，导演，流血了，放心，赶紧贴，赶紧止疼贴啊。老师，我看一下，来，赶紧，你伤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？过来。没事吧？这个本来是要给秦锦霄的。嗯，拿来吧你。不用了。啊，赶紧处理，赶紧处理，快快快，赶紧吧，快点，就是说，快先止血，先止血，赶紧处理，赶紧处理。哦，这个本来是要给秦锦霄的。嗯，你拿来吧，你。锦霄哥，宋雨飞呢？哦，雨飞姐在楼下超市呢，我已经让她伪装好。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宋雨飞有点奇怪？嗯，是有点奇怪。平时雨飞姐为了避嫌都躲着她，
今天竟然……你去查查，看看宋雨飞最近有没有和什么奇怪的人接触。嗯，好，那我去调查一下。为什么不听？我想出来自己坐着。上去吧。公寓的菜品太差了，能不能请个厨师啊？最好是粤菜的，求求你嘛，老公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我一直就会。我一直就在学习研究菜谱，想说试着做一做。那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这是你今天练的字儿。嗯。这是你之前合同上的写。你什么时候连字迹都变了？我昨天练字儿的时候右手不舒服，我就想说拿着左手试一试，然后就签了这个。那麻烦宋小姐。用左手再签一遍字。我今天左手好像也不太舒服。宋雨飞，我劝你最好跟我实话实说，否则完了完了完了，要被谋杀了。不行，就当是一场梦，小命要紧。哎，我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宋雨飞，我是宋雨飞，我至少我不是这个宋雨飞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突然间这个宋雨飞到另一个宋雨飞身上。魂川。对对对，就是魂川。麻烦说谎之前动动脑子行不行？别把上部戏的剧情放在现实生活中。我没有。宋雨飞，你假借刑天之名，让大家以为我和李天元都喜欢。所以你在李天元受伤的时候给他递纸巾。你练签名是害怕我把合同曝光，一旦有人查起来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用另一种签名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。我说的对吗？嗯，好像没毛病。婷姐，礼物帮我送过去了吗？放心吧，送完了。那导演怎么说？导演说具体定哪个角色还得看雨飞本人的想法。不过你怎么到现在还惦记着人家呢？长这么大
就喜欢过一个女孩，能多喜欢一会儿就多喜欢一会儿吧。天元啊，嗯，你千万别因为她影响了自己的前程，你现在还没有能力和秦景霄正面 PK 呢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放心吧，婷姐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等着吧，早晚会超过你的。啊！天哪，我要去上班！我的天！我现在就不用上班，起那么早干嘛？嫉妒恨，我昨天为什么没有想着要合影？今天可以去看他。可以，别在我忙的时候。我的元宝今天没戏啊，那我去干嘛？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有些事，就不过去了。刚和导演说你过来实习，到了给阿坤打电话。嗯，我这不该自己找事吗？导演好。啊，来了。好，先闪回，闪回回来。姐，好过。换场，五级赛车二场，演的不错吧？你说的太对。导演啊，来了，景霄，辛苦了啊！不行，正好雨飞来了，准备让他试什么角色呀？他准备的是静月，就是景儿在凡间的化身。静月和你有不少感情戏呢，你要不你选一场哭戏，帮他搭一下台词。好了，导演，那我们准备一下。可以。我们去旁边走一下戏，一会儿我来帮你搭戏。我是真的不会演了。你没有想过这个戏播出去之后会被粉丝寄刀片吗？你是不会演，还是想演青洛和李天元走 CP？ 就这儿吧，第24季第9场，你找回锦儿记忆，我们俩拥吻，你消失了一场。拥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是没什么问题啊，但是有没有那种替身啊？就是那种会给你打武打戏的那种，又或者说借位，就是那种说一把刀捅过来，然后说是捅在肚子上，但其实捅在胳肢窝的那种，是好送一个。宋雨飞，亲，真亲。我真是作孽呀、啊，相公！静月深知你福泽延绵千里，但无必露福薄，了此一生，夜枕百寒，不忘相思，然。天将、啊、这编剧现在在现场吗？我现在马上想给他送刀片。你背不背？背。你先背着，15分钟之后试戏。我知道你是科班出身，别给自己找。
老师，咱们这个椅子不结实，您坐的时候稍微轻一点。不结实啊？对，那一会儿还要用，你千万别坐坏了。哦，好。嗯。不结实。你没有不结实。这剧也太不结实了吧！你回去要和雨飞好好探讨静雯这个角色，他内心上面的一些东西，是吧？导演，啊，天元来了，今天不拍戏来现场干嘛呀？这不是想看看锦霄哥演戏吗？跟着他多学习学习呗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去一趟卫生间。好。锦霄哥，听说雨飞今天要来试戏啊？嗯，怎么？我回去看了一眼剧本，感觉青洛那个角色更适合他一点，是来跟你讨论一下。他已经决定演金月了。没事儿，以后再说吧。对了，锦霄哥，我感觉你跟雨飞的关系有。太倒霉了，这得赔多少钱呢？台词记好了吗？记好了。那就试下戏吧。好。哎，你不用抱我，你也挺辛苦的，我们就坐着对就好。一会儿哭得出来吗？我实话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想哭。一会儿说的时候演哭，节奏上我来把控。喜儿，喜儿是你对吗？对不起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。让狗。宋雨飞。不好意思，那我情绪没有对，我接下来一定可以。喜儿是你对吗？让狗。静月深知你，福泽绵延千里，但无碧漏浮薄，愿于蜻蜓冷月。夜枕百寒，不忘相思。静月，愿以身化剑，随你披荆斩棘。啊！耶！宋雨飞，你说错了吧？你应该叫我静月。请你把舌头收进去。再来。轻点儿啊，哥！金月，怎么了？又哪里错？你把眼睛闭起来。完了。嗯，一会儿试戏演这段就行。可是我还没流眼泪呢。有眼药水。刚吻了一会儿就一心别恋。哎，好，过了过了。转场。啊，转场转场。赶紧组织。抓紧时间走吧，天元。抓紧时间转场。转场。
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呀？本子都坏了，你让我们怎么拍？导演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美术，美术人呢？来了，导演，您什么事儿？快把椅子给我修好。导演，这椅子是定制的，一把要好几万呢。谁弄坏的谁赔。那你也就拿去。导演，我们这边先走一下戏，宇飞你去一边休息一下呗。导演，这效果还是好的。咱们仓库就只有这一把椅子了。那你告诉我谁弄坏的？是我。行了，赶紧给我修。我们先走戏。来，走戏了。一杯摩卡，谢谢。好的。谁弄坏的？是我。吕天元，你不用客气。这杯咖啡就当给你压压惊吧。要不我带你四处转转。好啊。玉飞，关于角色的问题你想清楚了吗？其实演什么都一样，越简单越好嘛。看来你变了不少啊，上学的时候你可是咱们班最要强的。嗨，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嘛，我现在巴不得躲起来。秦景霄没办法保护你吗？我跟他又没什么关系，他保护我做什么？其实他无非是帮忙安排个角色，帮个忙而已。我不想演太重的角色，也是不想欠他人情罢了。毕竟谣言太可怕了。那就好，我一直担心他会为难你。既然这样，宇飞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呗。我的手机也合张照吧。好啊。OK， 好，放饭。好，放饭，放饭。饭后三加二油茶。哥，喝水。那个饭给你打好了。宋雨飞呢？好像去溜达了。我去找他。没事，不用。那个，你去忙你自己的，我中午不饿。今天戏量不大，明天还有不少重场戏，还得你多辛苦啊，景霄。没事，抽空多休息休息就好。那要不现在先试一下戏，没什么问题就早点回去休息。没问题吧？没什么问题吧？明明不是第一次和宋雨飞拍吻戏，为什么会心跳加速？那。来吧。
三二一，开始。静月，相公，静月，深知你福泽绵延千里，但无笔漏福报，愿与清冷庭院了此一生。静月，愿以身化剑，随你披荆斩棘。静月，静月，到底为什么会心跳加速？非常好。飞不错啊，导演，我觉得刚才亲的时候，雨飞要是落泪会更好一些。有道理，雨飞，你觉得呢？我感觉。那再来一遍，开始。相公，哭，快哭啊！非常好 ，OK， 非常不错啊，雨飞，非常好，我欣赏你。回去一定要好好熟悉这个台词，角色就这么定了。导演，我觉得刚才雨飞落泪的时候拖了太久，还得再试试。雨飞，你感觉呢？我，那没问题。导演，我觉得。小哥，雨飞姐她不用管她，你去盯一脸外面那些狗仔，昨天就差点被毒。好嘞，哥。连续那么多次吻戏，每次都会心跳加速，看来不是我的问题。宋初，一定是你的问题。不要！今天导演讲戏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故意的？导演说要求亲的时候，因为导演都已经说可以了，你还亲，还亲了好几次。这才叫故意。解放天性是保证无论什么时候，在演戏的过程中，有自己的节奏、心跳、呼吸、肢体都随心所欲控制，靠精神影响，而不是外在因素。
你在做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重要吗？松开。不松。你侵犯人身自由。宋雨菲。我在。这个女生是谁？哦，这个是我一个大学同学。他让我帮他 P 图嘛。我猜你肯定不想看到李天元，所以，但她是我很好的闺蜜。帮我闺蜜 P 图，你不会不开心吧？生气倒不至于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那个女生好丑。你……还是你贴。出工吗？啊，上班？出潮？上潮？你不是在演员群里吗？不看通告吗？快去洗漱，下了吃顿饭。今天不用出工，要不要去逛逛街？你今天一天都不出去吗？怎么，需要我陪你？不用不用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想说，不要想跟闺蜜去逛个街，因为很久没见了。哪个闺蜜？特别丑的那个。对，就是她。我今天一天都不出门，让阿坤给你们当司机。阿坤，那倒不用吧，我就出去走走，很快回来的。宋雨菲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绝对没有，我保证，只是出去逛个街，很快就回来的。晚上不是还得背台词吗？不会太晚的。随你。天元，吃早饭了。哎，你要出门啊？萱姐。怎么样，帅吧？不错，帅呆了。哎，你吃完早饭再走呀？不了，我约了雨菲，我们在外面吃了。你多吃点啊，都累瘦了。走了。
小心狗仔。放心吧。景儿，好名字。你可知在下的剑叫什么名字？锦瑟，锦绣未央，琴瑟齐名，好名字。今天我要跟元宝去逛街，穿个好看点的衣服。这太露了吧。嗯，不行，这个颜色也太咋呼了一点吧，这个怎么像窗帘一样？咦，还可以，就它了。穿成这样，打算去哪儿？我就和闺蜜随便走走。和闺蜜去哪儿逛街 ？T 坛上？没有，我就随便穿搭。穿成这样，生怕粉丝找不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来替你挑衣服。啊？不是你，真是霸道总裁眼多了，这么强势，什么都管。雨飞，我今天起晚了，就随便穿了点。没事儿，本来逛街就为了放松放松嘛。给。下次记得少加点糖。景霄哥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今天不出宫，就想着出来走走。你们这是约好了吧？啊。我和雨飞，哎，这上边是不是有家 KTV 啊？我们可以去唱歌呀，好不容易可以出来玩，别浪费了呀。我先去订包间。景霄哥，你介意我追求雨飞吗？啊。我开玩笑的。你介意宋雨飞跟我同居吗？我也开玩笑的。和我换个位置。你不要太过分。
别忘了你是见谁的。秦老师，我要点歌，要不把你之前发布那两首新歌给你点了？没兴趣。谁来 KTV 不点歌的呀？谁大白天来 KTV 啊？于飞，你想唱什么？我给你点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我给大家热热场，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。你就不怕更尴尬吗？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次逛街 emo 了。要不你先。你先上去吧，我一会跟你上去。今天都没有心思吃饭，还好有我的螺蛳粉，真讨厌。哈，飞，你在客厅做什么？没有啊。你吃什么了？我去，这都能闻到，这家伙是警犬吗？我什么都没吃啊。
让开。我不。小帅哥，要不要喝一杯啊？优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司没什么事，我来看你的班。心情不好啊？没有啊，就是太无聊了，出来溜达溜达。我知道你是因为番位的事情心里不开心，想和秦景霄一争高下。我也知道，其实你没那么喜欢宋雨菲，只是想通过她去打压秦影霄，对不对？放心吧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这种东西的？我从上学的时候开始就很喜欢吃了。那和我在一起真的是为难你了，天天让你吃西餐、法餐，一顿螺蛳粉都没让你吃上。又不是我要的，那大不了以后我吃的时候注意点嘛，你不在的时候我再吃。那我拿走了。哎，你撞我干嘛？刷牙去。我又不跟你睡，你让我刷牙干嘛？后面有吻戏，请你照顾一下对戏男演员的感受。我不是现在要。刷牙。对。后面有吻戏，请你照顾一下对戏男演员的感受。宋雨菲，你干什么？我今天不是惹你生气了吗？想说让你消消气的。别打歪主意，夏超，你知道的。小哥。什么事让我们着急？宋雨菲，雨菲姐怎么了？你之前不是说她有双重人格吗？有没有办法注册一下？这得去医院，吃药催眠，然后答题什么的。流程我帮你问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怀疑她真的有。之前她是讨厌李天，可是从前几天开始，她居然莫名其妙的开始对李天宇有好感。而且今天出门逛街前还好好打扮了衣服。肖哥，你这么一说，的确有道理。雨菲姐今天的穿衣风格，的确跟平时差别挺大。
他之前都只吃高档餐厅，闻到路边摊都会吐，可今天晚上他居然偷偷吃螺蛳粉，而且今天晚上他居然给我刷牙，这好像又不太像双重人格。如果不是双重人格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在想办法和我离婚。早点离婚，早点撇清关系。你在我房间干什么？我没有干什么，我一直站在这里。你要装到什么时候？装？我装什么？好啊，你不说是吧？那我替你说。你想制造我和李天元同时追你的新闻，所以你让李天元去和导演说你想演青洛，逼我不得不出面让你选择静月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们今天三个人一起逛街的照片你已经找人拍好了吧？你现在有热度，有话题，时机成熟了，你想和我离婚，但是你害怕消息被爆出去之后被人指责，所以你通过吃螺蛳粉用牙刷捅我的方式让我接受不了你，对不对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没有这样想过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证据。不是，哎，自己看。看什么？其实我是想直说，我想见你。你好，叮当送药，请问是秦先生家吗？是。哦，您的药。药啊，谢谢。麻烦给个五星好评。谢谢谢谢。今天我是不会对你出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把剑，锦儿所画，
你可以为了成为高高在上的天君，忘却三千年的记忆，而我做不到，我永远也做不到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接 ！OK, wonderful, 下一条。换场，三接二九场。三接二九。那个服装老师给演员换件衣服啊。喝口水。雨飞。来了。大家好。先去换衣服吧。我给你把药拿过来了。药给阿坤就好。阿坤，先把药放到包里去。好的，哥。嗯。去化妆吧。化妆间怎么讲？我带你去。哎，坤哥，你能帮我买几杯咖啡吗？今天要拍挺久的，婷婷又不在。哦，您喝什么？摩卡就行。一会儿把钱转给你啊。不用不用，我请您。谢谢啊。然后里面要放那个热热热的。陈老师好。啊，雨飞老师，您画纪念的章吧。来来来，您快坐。雨飞老师，老师，大概要画多久？大概两个小时吧，头发有些慢，时间还来得及的。什么？螺蛳粉那么臭，什么螺蛳粉那么臭，这么好吃？酸的，因为对。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厉害？你化妆睡觉，做梦还吃螺蛳粉？我哪有梦见吃螺蛳粉啊？我这个啊，都花了，都怪你，我一会要被骂了。你给我。忽略了多少记忆，看不见你的消息，你在谁的身边那么刻意，多久了还没忘记，凌晨三点半的你还不睡觉，熬夜等谁消息。你别再犹豫，别再分不清我们之间存在多少距离，你别再靠近，别再做多情，我的心情不由你。爱能否可以不再继续，你何必在意，反正你的心情飘忽不定，别再继续想着能帮你点忙，
希望没有给你添麻烦。哦，谢谢老师，妆已经化完了，出去换一下服装就可以去现场了。老师，如果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演戏，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节奏吗？演戏是演戏，本能是本能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没人能控制住这种情绪。秦老师，